Thank you.
con qué cambia.健康的身体，美满的家庭生活，祝福你。只不过说，恭喜你在台电三四十年的生涯中，你安全下庄。希望你退休后身体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也带嫂子去周游世界，环游。也欢迎你回到我们台电来看看我们老同事，祝福你，谢谢。我们恭喜曾经理。光荣退休，平安退休，祝他退休以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快乐。啊，经理，恭喜哦！即马真正当个厝里做员工吼，产多出多，第三句就歹讲啊啦吼。身体够用吼，恭喜恭喜！经理，安全下庄，大船入港。退休吼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耶。好，经理恭喜啊！恭喜你安全下庄，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，加油！阿彪，马上要功成身退，下个月开始要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，好好安排你的退休生活。下次看到你的时候，肚子没有了，有空常回来看我。好，再见。彪哥，恭喜你啊！讲电话办咩退休啊？祝贺你啦，有时间再来讲啦。方伟，恭喜你安全落庄啊！以后有时间较常到来，啊，你们不要这样隔天讲那个。好，祝贺你，祝福陈经理退休，好好的保养身体，然后身体健康，然后多多出国去享受自己的人生，谢谢。祝福这个。陈经理哈，退休哈，够开用，够开强了。OK， 经理啊，认识你真好哈，认识这么多几十年来哈，都受你的照顾，有空要回来看我们，给我们看一看你啊，快乐。祝福彪哥退休以后身体保持健康，心情愉快。恭喜经理，好。今年退休，隆退。我觉得让经理这个安全下庄很容易返乡。万辉，恭喜你哦！顺顺利利退休啦，退休了身体够好，有时间搁再回来佚佗咧。另外恭喜你顺顺利利退休退休以后时常去出国玩啦，身体照顾好。陈经理，恭喜你还可以退休了。那退休后把身体顾好，可以到处很多时间可以到处走走嘛，有空回来看看我们。陈经理退休，身体健康，好，云游四海。祝我们陈经理退休后好好出去出国玩一玩，但是不要找小三，把身体搞坏了。
经理，我是徐道成，你要退休了，祝你退休之后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平安，顺顺利利。哎，陈经理要退休了，你恭喜你。还有你在这几年当职公司的时候，非常照顾我们德基电厂，真感谢。后会有期。首先恭喜陈经理龙队了，我代表无关同仁、值班同仁，代表他们来恭喜你。以后有空常回来古巴玩，谢谢。陈经理你好啊，我是吴建良，代表护理电厂，恭喜陈经理借你退休啊，祝陈经理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嗨，陈经理。我们机械组过去的老长官你好，我们全组祝你退休之后依然做个员外，每天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，谢谢。陈经理，恭喜你终于圆满退休了，啊，钱要慢慢花，啊，记得回来看我们哦。喂，舒克。没有啊，昨天了，哎。不是昨天那个，今天两个厨师呢。两，你呢？你要找那个嘛哈？你们先是把威士忌喝掉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哦，一杯嘛。哦，今天跟丰盛哦。大象。丰盛哦，大象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一个啊！这一定要丢完几杯完了啊！大家快乐，心情愉快啊！要快乐最重要，最重要啊！这个做完了，最重要啊！要记得要过自己喜欢的。叫阿爸太老了，叫阿爽。那你杯子，你是说你？有这种学习教练啦，那你那个我们有申请资质呢，啊，他还是这么担心呢，准备多少钱？没有，你先把钱收够了，你拍了，没事，收够了你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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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？有啊，我讲的是你啊，因为电脑，我们医保里面最重要哦，心肺，帮心肺，帮假发的意思，心肺帮助你，哎呦。对哦，人都有你，看看嘞，有没有？来，你讲咩啊？对，有没有？讲究一点的呀。哎，他未到期啊。我你看起来好多嘞。我就是讲究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呢，你讲对了。没事啦，没吃饭了。你无当着我鬼一嘴烂落去啊！你说啥那边呢？退休啦？啊，那边退休了？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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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帮不要脸的，真的好，这样最好吃。就葱姜跟辣椒酱油，哦，还难比我的甜锅汤嘞。这样好吃吗？哎，这样好吃。对。阿江这人未使想点啊，我这边我就叫。阿江，哎，你们阿江今晚是无咧，今晚点做啊？要看老姐。哦。一般的。不吃饭啦。他说没有在参加吃饭的。你很老那时候我们都是跟那些黄氏手他们那一些很好吃的，还有我有吃一份，还有什么？来报告的，来报告的，来报告的，我轮椅又买单了，报告的，就吹牛了，哎呀，你要保持，就吹牛了，来，要不，要弄你，好了，现在就这样而已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老长官呢？一个噪音，香米是做经理啊？没有了，没有啊。他是布缝没有好买的，他要退休也跟着都没好买。为什么？他就不要做了。不是他不要做了，你这样解释不对啊！我听不懂。来就不多了，到那里了，你看。哎呀，你看，老差，加点。太高了，高吹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